话，人家要送外护发了。医院这么多雾化器，为什么坏了不修呢？今天这件事马上跟他们报修，但现在我们这雾化器比较少，可不可以让一下，好不好？4月28日，浙江绍兴，网曝一女子带着孩子边输液边写作业，始终霸占雾化器位置，让其他孩子无法做雾化，护士协调也无果。医院回应，护士先协调，不行就去找保安。劝他自己离开，他真的不肯离开，那叫保安。那我会跟我们儿科主任说一下。您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吗？如果哪天你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哪天你发生了这样，可悲。